过去杨琼英的表现，也会国民记者润博，大家都有看到，是用诶，这个，他代表马英九，基本上大家定诶，代表国民党，代表国民党政府在对台湾人民进行这些台湾人无法再忍受一连串错误的政策来背书，这样的立委，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换掉？哎，明天。这一场选战不只是要淘汰掉国民党，不只是要淘汰掉国民党，慈庸所代表的价值，慈庸所代表的力量，是一个年轻的新生代的政治力量，是一个相当年轻、相当勇敢、不畏惧大党的攻击，不畏惧抹黑，不畏惧地方派系在这个地方的操作，慈庸就是要来打破过去传统旧的政治、旧的文化路会，让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政治的到来，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在三一八运动过后，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我们更清楚，如果让年轻人、让有理想感、有抱负的年轻人进到国会里面，这就是台湾未来的方向，对不对？安排好各位友情，今天晚上，我们不要松懈，今天晚上不要松懈，这个场在现在。但是你有手机啊，你把你的手机啊拿起来，拍下现场的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上面去，上传到 LINE 上面去。我们收为请嘉宾友，拜托您，明天大家都来投票，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告别旧的政治，告别旧的政治，台湾才会有新的未来。现在是一个改变的时刻，这一场选战非常的关键。我们在塑造的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我们在塑造的是台湾未来10年、20年之后，是不是能够有新的政党政治的环境？各位，放心啦，国民党会倒啦，放心啦，国民党会倒啦，对吗？对。咱一届个票倒好无？好，一届个票倒好无？好，咱一届做伙。